不可以偷看哦。这就是我要参加的比赛。爸爸出差回来，一定参加你的比赛。盖章。盖章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可能飞机延误，你早点睡。不，我要等爸爸。第一名准备出发了吗？我还以为你没回来呢。爸爸答应过你的事儿，什么时候变过呀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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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们抄近路吧。孩子坚守正道的勇气，来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，诚信，内心的力量。